一天，我已经库存的量，在神那边做比其他一千天的日子都要重要。你跟那个他都比他库存的低，他其他代替表。当我们看到在教会在运作的时候，那么他今天到了二组，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的荣耀在哪里。
中特别要提的是，其中特别要提的是，有许多来自北京，有许多来自北京、天津、南京、云南、内蒙古、山东、江苏、湖南李林、湖南义眼等各地教会的主任不累参加。不时的，他们不时劳苦引导而来。你们不时劳苦引导自己。在这时，一起见证这耶稣教会、原教会在神面前的9周年。在这里一起跟进进入教会、福音教会在新面前教会的9年。我们在这3天的几堂见道、讲道和查经中。我们在这场案例提供种种的一起查考训练，明白了关于神的教会，明白了关于神的教会，圣经的中的意思是什么？训练的意义是什么？在神的教会之中，在神的教会里的传承的意思是什么？对神的意义是什么？从教会的昨天到今天，明天我们需要做什么？神教会的时候到今晚上呢，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在历史介绍中一起回顾普联教会过去10多年的恩典经历。我们在耶稣教会的一起回顾了普联教会过去9年里边的经典历史。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普联教会的圣功方法。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普联教会的行动体系。组织管理方法。组织管理体系。明白了上一代人在教会中的侍奉，明白了神世代人在教会中的侍奉，更明白了我们需要传承的内容是什么，更明白了我们需要传承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诗歌演绎中每个的旋律和歌声中，我们在需要每一个音乐的旋律和好像对，明白了我们必须要赞美的是，就是我们的神，明白了我们必须要赞美的就是公会的神。因为在过去的90周年中，因为在高地也找了您对，正是他亲自用大人的手托住连教会，这样是一亲自用大人的手托住普联教会。我们也在所唱的内容中明白，我们也在所唱的内容明白，我们有责任担起这份荣耀的传承，我们正经担起这份应有的本分。今天站在这里，我们的心情跟3天前一样。站在这里，我们的心情跟3天前是不一样。仍然充满了感恩。竟然充满了感恩。此时此刻。抽皮抽皮。回想过去的3天。回想过去的3天。有许多感谢的话想要说。有许多感谢的话想要说。首先要感谢我们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首先要感谢他们最爱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早就有那么的需求，为我们预备了这3天好的天气，为那么预备了这好的天气，他听从我们的祷告，他听从我们的祷告，从一开始就亲自带领祝福这现场中，从一开始就亲自锻炼这好现场的行动，他实现了我们的盼望，他实现了我们的盼望，带领这许多弟兄姐妹共同参与这些教会的大喜大盛事，锻炼这许多弟兄姐妹共同参与这项教会大喜事大庆功，一起来奉献这份属灵的喜乐，一起来奉献这份属灵的喜乐。其次，基础要感谢这3天当中参与这些圣功的弟兄姐妹，要感谢这首案团队参与这项新高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许多人到我来的主内同类，特别是许多恩道之间同队聚队同类，在这里，在聚里，每一个属神的教会成长都是我们共同的喜乐，过去的十几年教会的成长都是我们共同的喜乐，关心教会发展，是关心教会发展，融入教会发展之中的是你们，哎，这教会发展的就是中国人，必定会得到主耶稣更大的祝福，必定会得到基督更大的祝福。第3天，基督，我们要感谢这次一起准备的这次圣功。
在这些爱主爱教的人之人的手中，在这些爱主爱教的人哪里去的，慢慢的成型，慢慢的开展起来，慢慢的成型，慢慢的开展起来。感谢神，感谢这些同工预备在教会各县侍奉的牧师长。当我们面对九十周年，当我们面对高龄。
权柄、人力和荣耀加在我们教会上。也加了各样的方法，每年的一个真棒的礼盒，一定要加在我们教会里面。他个人希望我们教会在将来能够更加荣耀的名。伊更加希望我们教会在将来能够更加应有神的名。在万民中成为标杆。在万民中成为标杆。当我们面对九十多年。第三个应该明白的责任。第二个应该明白的是正直。过去的九十年。过去的领导问题。教会的属灵前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治愈、献血、保护我们教会。教会的神人认为，会去注意神人来治愈、献血、修复我们教会。牧言我们教会。保安我们教会。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如今已经完成。因为你们的进行量之一一定来寻求的依靠拜主加为添加提取加为添加今天听我神把责任托付给我们这一代的仆人今天这件托付给我们这些代理工人我更当体会前辈们的刚强那么更大体会正规们的工作祈求神的灵加倍感动我们祈求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属灵的恩赐和信心，就跟他们更多的灵研究和行迹，勇敢承担起普联教会的责任和使命，勇敢承担起普联教会的责任和使命。当我们面对这九十多年，当我们面对这九十多年，第一次应该明白的是传承，第一次也应该明白的是对齐。神的真理需要在我们身上啊来传承。神的真理需要在。教会的前辈留给我们的美好侍奉精神，需要我们来传承。教会的前辈们留给他们美好侍奉精神，需要他们的传承。所以，耶稣教会面对牧言，对内牧言，各位传言的使命，需要我们来传承。进入教会，对鬼保卫，对鬼神明使命，需要他们的传承。五年教会更合一、更希望的盼望，需要我们来传承。后来到了更开始更希望的盼望需要我们的点击九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九年过去了九十多年也可以过去到了九年也可以过去但是九十多年不是要让我们喜乐之后暂时停下脚步休息但是到了九年不是要让我们在喜乐里有暂时停下脚步的休息而是要为我们开一个新的起点，就是要他们开一个新的起点，可能是下一个十年，可能是二十年前，也可能是下一个九十多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九十年，一直到主再来，一直到主再来。所以，亲爱的各位同工，亲爱的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祈求。在我们一起在这里祈求。首先，祈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来教会。求神祈求，继续带领我们普林教会。做我们前行路上的明灯。做那么真诚道成的明灯。祈求圣灵充满普林教会。祈求圣灵充满普林教会。使我们普林教会从软弱变为刚强。其次，祈求神加给我们普联教会时代的仆人，祈求神加给我们普联教会时代的仆人，有美好的品性，有美好的品性，有刚强的心智，有刚强的心智，有爱主的热情，有爱主的热情，有属灵的恩赐，有圣灵的引导，能一起更好的建设普联教会，能一起更好的建设普联教会，最后。祈求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普联教会。祈求神将得救的人数大大加在普联教会。让普联教会如同使徒时代一样兴旺。让普联教会进入使徒教会的有兴旺。让普联教会真正荣耀主的名。让普联教会真正应有主的名。愿神祝福这耶稣教会。愿神祝福基督教会。愿神特别恩待普联教会。在普联教会，在神的带领下，在众人的努力下，在众人
展起来过的。我们有两根式展览树，啊，放烟雾证明器，我们共同过的。万族艺术集团声明祝贺，感谢这个恩典。今天是这个教会普天教会传教90周年大喜的历史，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神的祝贺引导作人与神所爱的普天教会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允许你和你们来到你面前向上满身感谢和赞美，是因你的大人就因为引导了普天这块奇妙的大地，因你的大爱普天教会分忙你的天使1920年你在thank you.
感谢江苏这位黄冠斌小姐远走，那接下来方面就是证明请华庭这位黄冠斌进场前远走。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有两个。
下去。那这里有几个通知哈，他的同意那个，例如我同我搞的那个哦，那很多人哦来提供搞给你青菜，那接下来我这里哦可以做我一两跟住什么的，哦，那多来提供搞给你青菜，例如我很多阿来的同我搞的那个，哦，那我也可以跟侬去参加，跟侬去进行一个预备。那这个地方两方面难哦，今年我这个，而且还多一点哦，可以加奥利，加老哦，老安徽，有点是刚好的可以在上面十七万哦，在底下。然后明天是陈冠教育西丽正餐，有六西丽的医生姐妹哦，跟关键川很多联系哦，吴美兰姐妹联系。然后明天是动物教育举办的音乐会，它是四号跟五号两天，有空的我跟医生们呢可以共同去参加。哦，那再一个就是为男女教育两谈，就医生找到，求神能够加强他力量，求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能够显明，这是他身体多大意思，感谢主。那也为我们整个五年教育组织做联系。以后我们大家能够统一使命传承，能够共同打造一个欢庆和谐和睦的家庭，共同打造，求神能够加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力量，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能够一直够连教会安定团队，我们共同付出我们的打造，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帮助我们，也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所有大会的弟兄姐妹们，使他们在这里能够共同承受神的恩典，也求神能够帮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凡事顺利，荣耀归于主耶稣圣灵。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姐妹共同站起来，同众奉主耶稣圣灵祷告。